Hey,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郑宇翔。最近有什么戏剧作品推出？最近呢，大家应该会在开创者里面看到我。那我饰演的是这个保全的业务，这样子。你怎么会来到这个白沙屯妈祖的绕境行列里面呢？其实一开始报名是一个，就是一股冲动，觉得哦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盛事，应该要来参加。但是来到这里以后，觉得哇，妈祖娘娘的力量真的很厉害，有感动。对，所以我来到这里以后，我就跟她祈求，希望保佑我的工作可以顺利。你的鞋子，你鞋子都破了。对啊，哦，刚才问我这三天的心得，对，就是人很多，我的鞋子走三天吧，我整个都被踩掉了。哎。真的哎，整个被踩掉了。那你这是意料之内吗？意料之外。意料之外。那你回没关系，回去可以换一双鞋。对。在身上有伤吗？因为很多走了可能两三天、三四天以后，它就会比较脚磨破啦，或者什么。有，我有两颗小水泡在脚底，在、欸、没有，我在那个脚趾头、小指头的上面。哦，然后我今天才早上的时候去那个医护组，对，给他们把那个水泡给戳破，然后清理一下这样。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记者尹霞。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个白沙屯妈祖进香，我们是第三天的下午哦，要进入到傍晚的阶段。今天我遇到了一个我的好朋友，他也是一个蛮厉害的新生代演员，让我欢迎宇翔。Hey,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郑宇翔。最近有什么戏剧作品推出？最近呢，大家应该会在开创者里面看到我。那我饰演的是这个保全的业务，这样子。那你跟谁一起合作啊？有国一哥、淑珍姐啊，还有生豪哥啊、少谷哥啊，很多很资深的前辈，很厉害的。有照顾到你就对了。有承蒙他们的照顾，承蒙。但是演员之路不容易耶，你怎么会来到这个白沙屯妈祖的绕境行列里面呢？其实一开始报名是一个，就是一股冲动，觉得哦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盛事，应该要来参加。但是来到这里以后，觉得哇，妈祖娘娘的力量真的很厉害，有感动。对，所以我来到这里以后，我就跟她祈求，希望保佑我的工作可以顺利。哦，现在工作是有卡关是不是？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信仰带给人家的一个盼望啦，应该这么说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让大家走上来以后有没有觉得心比较静一点的？虽然真的一路上很多人很多车，然后可能很劳累哦。今天是第三天嘛，对对对对。其实没有遇到你的话，我就是在跟自己独处，是跟自己对话，也是一个修行。对对对对，那你这次来有准备什么样的道具，就是应付这个九天八夜的行脚呢？遇到这个问题。对对，但这个从头开始看好了，这个遮阳帽、渔夫帽是必备，因为它前后都可遮。对。太阳到南部越来越大。但你好像有点晒伤了。真的吗？脸这边有点红红的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太阳很大。对对对对对。是是是。防晒外套，跟我也是防晒外套必备，回去就会有黑色的手套，会有落差，我跟你讲，对，还有嘞，还有这个背包，哦，背包是简便背包，简便背包，随身的个人，哦，啊，还有带吸管是为了什么？喝水，哦，喝水是不是？但其实刚有些好像不太需要，因为沿路都有结缘瓶。边走的时候可以边喝。那你这个里面是有装水？有装水。那、怎么喝啊？就这样咬着喝。啊、嗯，哦，啊，你要按它就会有水。不用，它就是像宠物的那个。对。宠物那个钢珠球那种哦。就是咬中间。哦，就会出水，它是压力出水。压力出水。哦，啊，你要扛多少的水啊？它其实最多可以到2公升啊。哦，2公升哦，通常会看到。通常会看到自备粮食跟带水来的呢，肯定是白山屯妈祖进香的新手菜鸟。那你现在扛了水以后，有没有小后悔？其实前两天不会，现在就很方便。被我一说，好像开始后悔这样。后来就腰好像开始有点酸。你的鞋子，你鞋子都破了。对啊，哦，刚才问我这三天的心得，对，就是人很多，我的鞋子走三天吧，我整个都被踩掉了。真的哎，整个被踩掉了。那你这是意料之内吗？意料之外。意料之外。意料之外。那你回没关系，回去可以换一双鞋。对。
对。在身上有伤吗？因为很多走了可能两三天、三四天以后，他就会比较脚磨破啦，或者什么什么。有，我有两颗小水泡在脚底，在、欸、没有，我在那个脚趾头的上面。然后我今天才早上的时候去那个医护组，对，给他们把那个水泡给戳破，然后清理一下这样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很贴心。所以你来这边感受了以后，然后目前已经走了，其实去程已经走超过一半了。对，那目前感觉怎么样？身体上吗？嗯，腿好酸啊，真的很酸哎、欸。那心里呢？心里呢？有没有感动还是什么的？其实有哎、欸嗯，其实看到蛮多路上，就是因为妈祖很热情嘛，所有需要他帮助的人，他都会愿意让他们那个。增交咖嘛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哦，当他们在那种渴望被关注的时候，然后妈祖娘娘每一个都照顾，然后那个画面每次我看到都觉得好感人。对啊，那还会想要再来吗？当然会，还会想要再来，还会再带水来吗？可能不会，可能不会。好了，希望你可以接下来的这段路也是很顺利，因为你知道去程并不是最大的挑战。白沙屯妈祖最 tough 的地方是在于回程的急行军。对，你知道急行军有多急吗？你现在看白沙屯妈祖，他虽然是看起来像在走，但其实这只是他的散步，他回来是用跑的。我有感觉到，对，我有感觉到，其实蛮像在嘉年华的。对，到处都有东西可以吃，然后大家很像在出门去玩这样子。没错，但回程好像只有两天到三天。三天回程可能三天不到了，就要回到拱天宫。对，但我跟你说，回程很感动，真的，回程真的很感动，因为回程走得很快，但是回到庙里面那个，就是拱天宫那里，它对，因为它有一种你知道，妈祖回家的感觉，在那一段路你一定要去经历，好不好？希望你到时候再跟我们分享更多，你这一次九天八夜，好不好？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宇宙飞翔的郑宇翔。